是张波就是在案发的前一个星期，张波就是骗我的女儿过去说给她买衣服，其实就在那一次他就想动手了，因为我全程跟着小孩，他就没有下手的机会。这是第二次，然后是叶晨晨直接给张波一个期限，奋斗下期限，反正一个事情期限，另外一个事情过足了。